远景池搜索票在偷天错外面埋伏，眼看时机成熟，大批远景立即开门，快速走进屋内，拿着手电筒逐一检查。没想到一走进地下室，眼看地上好几株大麻，一排又一排，一整片的大麻活株，看起来就像一座大麻田。来听一段警方说法：日前于网路巡逻时，发现有不法分子购买大麻种子，于市区的偷天民宅栽种大麻植栽，成功了于5月1号拘捕黄姓、张姓犯嫌到案，并查获大麻植株106棵。栽种的器具一批等证物。事发在高雄，涉嫌种植大麻的张姓和黄姓两名嫌犯，两人因为事业进洞歪脑筋赚取不法财。他们在网络上购买大麻种子后，还刻意选在林雅区的租屋处来种植大麻，企图掩人耳目。原以为可以躲过查缉，但行踪还是被警方掌握。这个月一号被警方埋伏搜索，租屋处当场被查扣大麻植株106棵、栽种器具等证物，两名嫌犯也被拘捕，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法办。